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 Ryan 吉他指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 preamp pedals 前级效果器。在吉他音箱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简单的将音箱分为前级、后级还有喇叭箱体三个部分。像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大瓦数 Marshall 音箱，因为重量和体积的关系，我们将前级和后级放在一起，形成所谓的音箱头。而下面身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箱体。那 Fender 音箱通常则是将三个部分全部装在一起，形成所谓的 Combo Amp。首先，前级的工作是在较小的讯号电压之下处理音箱的各种音色渲染，包括 EQ 高中低频的频段设计、动态的压缩，还有音箱破音的各种特性以及质感。举例来说， Fender 的音箱前级着重的是在于 Clean Tone 的音色表现，而 Marshall 音箱前级则是着重于破音的时候的紧致凶猛音色。那么接下来，后级的主要工作则是将前级的讯号放大到足以推动喇叭单体的音量大小。那所谓的前级效果器，就是将某一颗音箱头中的前级电路做在效果器中，来获得那一颗音箱的音色特性。那这一类的效果器已经将音箱的前级电路完整的做在效果器里面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绕过现在所使用的音箱的前级电路，进到所谓的 Return 或者是 Power Amp In 的输入孔，也就是用前级效果器来取代音箱上的前级。这样子一来，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音箱，你都会有更高的音色掌握度。那在今天的示范中，我要使用的是来自于法国手工品牌 Slendless Effects 的 Cold Lens Preamp。那这一颗是在模拟经典的 Mad Amps 音箱音色。Mad Amps 为早期 Orange 的音箱设计者，在齐柏林飞船的演出记录中，你都可以在 Gene Page 的身后看到这颗 Mad Amps 音箱的身影。另外，像是 Paul Kossoff 还有 Peter Green 也都是 Mad Amps 音箱的爱用者。那我觉得这颗 Cold Lens 它不只有高度的捕捉到 Mad Amps 的音箱特性，它还有更高的音色调整度。像是这颗 Deafnail 调整的是破音之前的低频频率点，会大幅的改变破音的肥厚以及紧实度，在某些设定之下也可以获得不错的 Marshall 破音音色。
好，那我在这边做个总结，在没有办法购买音箱头的状况下，使用 preamp 效果器可以高度的还原某一颗音箱的经典音色，而且更是省去了某些时候需要买到衰减器的状况。那这类的效果器除了进到音箱的 return 来使用之外，你也可以搭配 IR 箱体模拟来使用。再进阶一点，你还是可以把它接到一般的音箱前级上，搭配上面的 EQ 来做使用。那你自己有用什么 preamp 效果器或者是进到 return 的经验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那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私讯粉专。一样，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Ryan，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